活捉二师兄，天哪，怎么没给他弄个绳子？哈，他冲着我来了，师兄，师兄，你不要咬我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美丽，今天早上六点钟就起床了，然后他们这边要烫猪。好久没看见烫年猪了哦，去年我们家也烫了，但是今年没有养猪。烧热水，烧热水干嘛？看没有？看这个桶就知道。哎，四川人知道这个打谷子，那个烫猪啊，就用这个，都能装下我。先给我洗个澡，这是我们家的黄桶，我们今天要弄好多。来看一下房间，这里一个烧火的，然后这边是猪圈，一个200多，一个300多。哦，养了5个，哎呦，肥的。闯毛，闯毛，这是用那个石头闯的。这个是中叉子，然后弄肉的。这个鱼咋？有啊。也走嘛20几，60几，60几，咋快？在哪打工？也在外头。看看多少？这个叫中叉子，也叫中树。然后我过儿也要学一下。走地下就去走，太累啊！走地哦，走地下。粉红色的，粉红色的。我说那个圈儿不超过200多。那不就称嘛，1.5啊，说。啊，这个是最好250。把那个杠子穿。还可以打盐。我靠，真的很猪蹄哇！猪头啊，它是没有去骨的。快点啊！掉吧，掉球球。这个又粉红色的，这个猪。哦，我抬不起，抬不起。4个大汉，4个大汉。你看，这个猪肥不肥？活捉二师兄，天哪，怎么没给他弄个绳子？哈，他冲着我来了，师兄，师兄，你不要咬我哈！他怎么这么乖？这乖的我都不习惯了。赶大家，猪大家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慢点，太早哈。哎呦，掉了掉了，好，下来，他脚脚落了一个，他是有本事，这个是第4个了，穿毛，这给他按摩，知道吗？这是按摩，那个好吃啊，最恶心的东西就是我最爱的，我就喜欢吃猪大肠、臭豆腐啊、螺蛳粉呐、啊。那个榴莲呢，你们说不好的东西，我才能体验出中间最美味的美食。这个是虾米哥他们一个猪的，然后放在那个车里面。这个猪是多少斤的？350的。毛猪350。嗯。今天虾米哥他们杀了5条猪。没有我的啊，我就是过来吃顿饭，看看他们今天有什么菜，看看四川的杀猪饭有什么不一样。哎呀，其实真的杀年猪真的很热闹，我就是想热闹一下，也不是为了蹭这顿饭吃。很多没有见过在家里杀猪的吧，